佛安吉祥。今天是2024年9月28日，星期六，农历8月26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晨安，清晨的阳光伴随着佛光普照，带来无尽的祝福与吉祥。愿你在这新的一天中，满怀喜悦，步步高升。送上八道美好的祝福，愿这每一道祝福如法音般深植于你心，日日增辉。一祝你开门见喜，佛光常伴，福气满盈，进出皆遇吉祥。二祝你春风得意，心境如春日般温暖，顺遂无阻，无论何事皆有好兆头。三祝你万事如意，愿所求如愿，心想事成，佛光加持，一切随心。四祝你健康常伴，如佛法般长久长存，身体康健，无病无忧，福寿绵长。五祝你每天开心，快乐如潮水涌来，内心充满法悦与祥和。六祝你事业兴旺，如旭日东升，蒸蒸日上，步步高升，前途无量。七祝你感情甜蜜，家庭和美，爱情幸福，心灵常伴和谐。八祝你财源广进，富贵随行，四方财富如雨般降临，财运亨通。愿这八道祝福如佛陀的慈悲，护佑你每一天都充满吉祥、幸福与无忧。新的一天，好事多多，喜事不断，所到之处皆遇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步步高升。新的一天，愿佛光普照，护佑你健康常伴。健康是无价之宝，胜过世间一切财富，拥有它便是最大的福报。愿你心境如秋日的天空，快乐无边无际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笑容与幸福常伴随，生活中处处都有祥瑞之气。愿你一早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这一天的每一刻都充满快乐与活力，生活有趣，事事如愿。在这九月的紫气东来之时，福运随风而至，这一年春风得意，一切顺遂，心想事成。愿你的人生如繁花似锦，一路芬芳，一生有健康为伴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享受内心的宁静与平安。正如佛法所教导，心念善则福报随之，正能量满满则一切圆满。愿你今天充满佛陀的加持与护佑，正能量常伴，所有努力皆得回报，好运不断，万事大吉大利。愿你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且有力，无论挑战与困难，佛光常在，让你从容面对。愿你享受每一刻的美好，内心安详如秋日的明月，散发着无限的光芒与希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愿你今日一切圆满，平安喜乐。